行。看这里有没有烧这个位置，看有没有烧坏吗？嗯，这个位置。然后检查一下能不能充电，注意看这个，这个充电口在这里吗？这个充电口在这里。我看着检查它这个线，检查它这个线，这条这个头，这个接头。哪个线？绿色的。这个绿色的。黄色的，嗯。对，检查这个线有没有松动之类的。有没有松动？对，这个充电口，这个线，对了。嗯，好。